像是扇带锁的门，人人都在努力探问。可若想让命里永恒，就永远把握不好钥匙的分寸。成功想要窜稳，运气失了几分，那些莫名其妙的恋爱标准，只会让自己乱了分寸。呜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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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呜两位上次在记者面前那个亲吻就非常好，能不能再重现一下？这样拍就太假了，效果不好。导演，我觉得在……好好好，非常好啊，保持住。好，非常好，非常好。好，完美，收工。谢谢两位老师。走。你不也没抵触我吗？工作需要，导演要求的。是吗？啊。哎，李总，那个我已经联系策划部了，他们稍后会把那个方案给你发过去。好的，马总，你稍等一下啊，我这就把文件发给你。好，收到，李总，我会替你转告项目组的。我去哪儿避一下雨呢？不行，高岭哥肯定还没有吃饭，我不能就这样走。你怎么在这？高岭哥。赶紧去我家躲躲雨。啊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我来等你啊，但是看你工作太累了，就没打扰你。下这么大的雨，不知道躲一躲。还好啦，就一点点小雨啦。我妆没花吧？我看你是要再生一次病才开心。才不会，生病对你又没效果。那给你的，你还说我呢，你这工作起来一天不吃饭的毛病能不能改一改？吃早胃病。谢谢啊。不客气。
该签。你快打开看看。这次我可是非常认真写的，保证你上什么网站都找不出任何的相似。有没有很期待？本作家的大作，还不快快拜读拜读？小马，谢谢。但是对不起。我写了整整一天，你连看都不看一眼。对不起，小曼，先去我家避避雨吧。雨停了，送你回去。进来啊。过来啊。别闻了，除了你没有别的女人来过。我这是淋了雨，鼻子有点塞住了。我去给你拿毛巾，洗个热水澡，别着凉了。刚才忘记拿衣服了，我看见你卫生间只有这件白衬衫，就先穿上了。你也没吃晚饭吧？我去给你煮碗面。嗯。怎么了？什么怎么了？你都饿了一天了，怎么能空腹喝冰的？喝汤。原来看喜欢的男孩子吃饭是件这么幸福的事。你怎么了？多大人了还咳着？喝水。我吃饱了，才吃这么点，没胃口。你懂什么？女孩子在喜欢男孩子面前，胃口都很小。嗯，
苏老师，辛苦了，期待下次节目的录制。小苏姐，敬你一杯。这次录制非常愉快。我也很期待跟大家下次见面。嗯，希望。来来来，辛苦辛苦。感谢穆总的支持，希望最后几期录制一切顺利。好，那你们辛苦了，感谢感谢。再来一个，合作愉快。哎，修伦，我待会儿可能要先离开，我能不能单独跟你聊一聊？好啊。 苏老师，我再敬你一个吧。来，来，辛苦。不好意思啊，我好像有点喝多了，我先回去休息了，你们好好玩，陪陪他们。好的，拜拜，姐。走吧。 苏兰，你知道我从大学开始就一直喜欢你。时隔这么多年，我这次再见到你，还是想和你在一起。但我心里已经有喜欢的人了。我知道啊，但是你不是还没有结婚吗？没有关系啊，我可以等你。真的没必要。失陪了。 苏晋时，你到底怎么了？清醒一点，他是锦清喜欢的人，为什么要偷听人家讲话？我和陈诗怡呢，只是老同学而已。你别想太多。不用跟我说这些。一整天了，你不是故意躲我，就是怼我。要么就是突然把协议翻出来要和我划清界限。来之前还好好的，为什么呀？ 没什么，我承认，我们之间的关系呢，确实是从一纸协议开始的。我之前也只是希望可以用这份协议让我的生活保持平衡，但我没想到的是，我却因为这份协议失控了。我开始不自觉地会担心，会想你，甚至每天脑子里都会出现你的脸。 直到最近，我才意识到，我真的喜欢上你了。我想真的和你在一起。 现在对于感情确实还不够成熟，但你就不能先等我一下，先多信任我一点吗？陆先生，我说的再明白一点，我希望咱们只保持简单的合作关系。为什么呀？我跟你续约，只是为了可以赚更多的钱。 咱们都别太入戏，行吗？我不信。早点休息吧。好了，送你回家吧。
高岭哥，我心跳好快，我好像有点喜欢上你了。这是我这辈子写的第一封情书，你一定要好好看啊。你这工作起来一天不吃饭的毛病能不能改一改？这次我可是非常认真写的，保证你上什么网站都找不出任何相似。高岭，我再说一次，我是真的喜欢上你了。如果我尽力了还是没能让你喜欢我，那是我自己的事情，和你没关系。到时候你爱飞哪儿去飞哪儿去，你不用担心。但这个之前，我不会收回对你一丝一毫的喜欢。吃药，吃药。吃什么药？我给你买了胃药，今天晚上我看你胃疼一晚上了，我给你拿。我刚刚掐了时间，现在吃药，时间刚刚好。等一下啊！来，把药吃了。胃是要靠养的，以后我也会督促你吃饭的。谢谢。高岭哥，我的衣服干了没有啊？外面雨好像还是很大哎，我一会儿自己打个车，你就别送我了，早点休息。外面这么大的雨，也没有合适你穿的衣服，要不你今晚在这睡？嗯，我是不放心你这么晚一个人穿成这样回家。我就知道你会不放心的。我的卧室在哪儿？睡了吗？他怎么走了呀？也对，不趁人之危才是我喜欢的高岭哥。餐厅桌上有咖啡，面包机里有吐司，吃完快点上班吧。喂，方姐，这几天没有通告吗？我都快闲了一个礼拜了。还有你跟穆总那个恋综啊？除了恋综呢？好像没有了。拜拜。亲爱的宝贝，
你就像天上的星星一样美，快快爱你疯了吧，这是个男人吗？哎呀，不要在我脑子里唱歌了。他是不是欺负你，小苏姐？虽然我很爱你们，但是如果穆总他欺负你，我吴丹霞第一个站出来反对，绝不放过他。行了，都别脑补了，霸王硬上弓呢，要上也是我上。你的笑容放出简单的。什么鬼呀、啊？酒量比我还差。夜上海，夜上海，你是个不夜城。穆先生，我希望咱们只保持合作关系。为什么呀？因为跟你续约呢，我只是为了赚更多的钱，咱们都别太入戏，行吗？你这么喝，我该给你备点胰岛素了吧？今天什么情况？你们到底怎么了？你这样下去可不行啊！有什么问题的话，得去解决。没到我的问题。是穆总，你们苏小姐的行程是吧？不知道。造反？你既然这么关心他，那你应该找他才对啊！这节目回来多少天了？你每天这样旁敲侧击有用吗？他知道吗？他能跟你和好吗？该说的我都说了，还要我怎么求他？你这是死要面子活受罪，你自己想好了，到底是要面子还是要人？我，总之，今天开始我罢工了，苏小姐的行程无可奉告。修伦，感情不是生意，
总让人代劳可不行。穆总，苏姐跟我们喝酒呢，可能喝多了吧。快起来，快起来，小苏姐呢？他买过了，我先回家，酒醒了你们自己回去，都注意安全。外卖怎么还没到？小苏姐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我给你打过电话，可你没接，所以就直接过来了。小苏姐，我来就是想告诉你，我以前就喜欢你，这么久没见了，我发现我更喜欢你了。胡说的什么？我是认真的，我知道你根本就不喜欢穆修伦，我们在一起试试。好不好？别再说废话了，你就答应我这一次。走开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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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开！麻烦你离他远一点。没有镜头，还要演戏吗？穆修伦，那天我都听见了，你和小苏姐不过是合作关系而已。我承认，我们之间的关系。确实是从一纸协议开始，我之前也只是希望可以用这份协议让我的生活保持平衡。既然你们不是真的情侣关系，我自然就有资格追求他。未经当事人同意随意闯入他人住宅且动手动脚，就凭你刚才那些行为啊，已经造成了骚扰，需不需要警察叔叔来给你科普一下法律知识？我才不会被你吓到的，等他清醒，让他决定。怎么又是你啊？我知道你是来偷光了，被我抓到了。你耳朵这么红，好像晚霞红景观石啊。好红。把锤子拿过来。怎么了？换上登山服，代表月亮消灭你们！别动，别动！本来还想跟你好好聊聊，结果醉成这样。苏景清的记事本，他最近情绪反常，难道跟他妹妹有关？穆修伦，你过来！哎，你小心点！别闹了嘛！下去，我也要失控了。
小气鬼，吃醋精。苏金石叫你不要喝酒，你偏要喝，酒精是魔鬼，你不知道吗？行了，我失忆了，什么都不记得。对，来吃早饭。我帮你。要命，他认真怎么办？不管了，你是失忆的人。有点凉了，帮你热一下。你这是在干什么？做早饭啊？为什么？什么为什么呀？我们俩现在这个关系，做个早饭怎么了？不是很正常吗？我们现在的关系，喂，苏姐，应该已经醒了吧？嗯。行了，那赶紧起来收拾收拾吧。啊，咱们有通告。一会儿那个心动旅途啊，要来突袭录制啊。高岭呢，已经通知穆总了啊，这会儿应该在这个路上。知道了，我已经在了。哎，我怎么好像听到穆总声音了？对，他刚过来放东西。行了，我不跟你说了，我赶紧收拾一下去了。哎，我哎，嘿。高岭说媒体还有20分钟到。你过来帮我。还是得说清楚吧。我觉得在工作人来之前，我必须要跟你说清楚一件事情。还有什么好说的？昨天晚上已经很明显了，我们现在呢就是男女朋友关系。昨晚在酒精的催化下，我做出一些举动是完全不受控制的，所以我没有办法对昨天自己的行为负责任。什么意思啊？意思就是咱们都是成年人了，昨晚的行为不代表什么。谢谢苏小姐、穆先生，今天辛苦了。那我先走了，好，拜拜，拜拜，拜拜。不行了，你至于吗？你刚刚干嘛表现那么奇怪？奇怪吗？放开！你都可以翻脸不认账，我为什么不能这么奇怪？不就睡了一觉吗？怎么了？我就……走的时候记得把门带上。还有一个小时下班。摸会儿鱼吧。怎么了？这是谁欺负你了？这个故事真的太感人了。讲的什么呀？这个答主和她初恋男友在一起很久，而且感情特别好。但是有一天她查出来她生病了，按照她男友的性格，那肯定就对她不离不弃的。但是她又不想耽误她的前程，然后就躲起来了，不让她找到她。
她现在呢非常积极努力的治疗，而且在这上面分享了自己恋爱的时候的甜甜的瞬间。可是这细节越甜，结局就越虐呀。如果这个男生知道她生病了，而且在她需要陪伴的时候陪在她的身边，那该多好啊。你确定这不是携手写的？扫兴，这生活都那么苦了，还不允许人间有点真爱呀？你呀，太单纯了，不要轻信哦。那你先忙，我先走了。不行，我得联系博主本人，听他本人说。Hello， 小姐姐，我想跟你交个朋友，可以吗？酒店方向吗？他这是要去干嘛？我到了，我都看见你了，回头。Hello。好啊，又来一个新的女孩，又想找人气我是吧？这我才不会上当。我觉得这个房间你应该挺喜欢的。这失望的小眼神，以为是穆总啊？节目组突袭的时候，你不来现在干嘛？这不陈总找我有点事儿吗？怎么样，录的还可以吗？进来说呗。听你这么说，穆总的确很像是锦庆喜欢那个人啊。毕竟这首歌都没发表过，而且连我都不知道，锦庆还会写词儿呢。所以啊。我也不知道该怎么面对。我的天，你不会是爱上穆总了吧？但是碍于自己的妹妹，不敢面对这种感情。哎呀，好了，少吃点吧，明天还得拍广告呢。什么广告？就是冠名咱们恋综那个巧克力品牌啊，听说咱们节目录制的不错啊，连夜出了广告。明天就拍，那不会又要见到穆修伦吧？放心吧，要请求呢。完了，我不担心。这里面只有一个角色，那是两个男士演巧克力。没错，我们呢是想用拟人的手法来表现。咱们今天整个表演方式啊，动作为主，台词为辅。我们老师先熟悉一下，没事，可以直接开始。行，嗯，那咱们先是纯爱这段。这苏老师和秦老师啊，原本是一对大学初恋恋人。恋人？是两人。但我不存在吗？来，咱们先试一下啊。嗯。来吧，导演。导演，先排练一次。嗯。排练是想多互动几次啊？小苏姐，离我近一点。别那么近，爸爸大哥训着。那个，要不咱们试一下那个三人游？这个三人游啊，是这样的：黑小和女主啊原本在一起，贞子呢想把女主给抢走，黑小守住了女主，没想到这个贞子啊发起了可怜攻势，女主呢感到心疼，让贞子加入，成为了三人游。啊，三位老师准备好了，咱们就开始。哎呀！来，三二一，开始。小锦，
哎，这动作好像不是这么设计的吧？我说了，你动作错了，你在干嘛？我就不能自由发挥一下吗？这交流没有问题，你发挥什么？你过关了。哎，不是那个，苏老师，咱们不妨顺着穆总这个动作想想，这没准更有戏呢。刚才说的有道理。哎呀，我们再调整一下状态。行，那三位老师先休息吧，喝口水。行吧。哎呀，你干嘛呀？为难别人？我可没有为难他，倒是你。同样的事跟他可以放那么开，跟我为什么就不可以了？我怎么不可以？你要我怎么配合？甜蜜温存？我们只是合作关系，又没有真感情，演什么对我来说都一样。天的温柔融化科学道理，心动是最